哎呀，这个，等一下嘛，你还反应还蛮快的嘛。今天你上什么班呢？上晚班。啊，上晚班那合适了，去帮我去田里面搞搞那个稻谷。那你送他们去，我先过着先，等下我你就拿东西过去吧。我拿。那车里有什么东西，你就拿什么东西吧。农忙生活又开始了，今天呢就要去把那个谷种给它下好，就是下那个秧地嘛，秧苗，然后再过几天的话又得插田抛秧了。现在先拿点过去，等下小梅来她再拿那个过去了。哇，你拿了这么多啊！我说等一下我再去拿了，你拿这么多干嘛？我一趟没有时间的。昨晚这里已经搞得差不多了，看这一点，久久要来搞呀，久久要来搞呀，来了两三天，有时又没水。现在要把这个水先搞干净，然后再把这个秧料铺上去。你在干嘛？我这个，他们在干嘛？车。两个，这个是福寿螺是吗？你怎么那么坏？他们两个好像是在亲热是吧？不要这样扔到别人那边不行的。别弄了，来搞定这里下，等下下雨了。哦，你抓了这么多啊，放在这里等下拿去路边扔掉呗。放在这里先，不要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你打碎了人家就不穿鞋了，在这里就拿到路边去扔掉它。等下你再看看有没有，如果说有那一两个的繁殖很快的，你现在田里面都是那个福寿螺的话就惨了。什么拆散，这是害虫来的，你把这个铺下去。放点这个肥料，现在这个啥是肥料撒的呢？这不是肥料，什么壮阳剂也是肥料啊，那不是肥料。壮阳剂就是壮阳剂，怎么可能是肥料？是的。发芽了，这次下多一点，上次下四斤都不够，要搞个六斤。打重一点，不然不打重的话，到时候抛秧的话，它就会连起来的，不好拔的。累不累啊？要是把太重了，
那让我来，来让我来，让你休息一下先。上把得有十来斤，你看那么累。哪里有？哦，哎，给我，给我。再重又大，又重。哪里重不重啊？拿各拿十斤的东西来这里拍，你说重不重？真的是你这种，那么轻个上把呢？重。哎呀，你是男的能一样吗？你那手臂都比我大一半，扛一袋稻谷，扛一袋稻谷能有一样吗？你才刚拍，你说不重，你拍完你就知道重不重了。拍完那我就拍完再吃。你能不能把盖好？这里搞得那么浓，乱来的。没事，我们试了等。等一下要找的光，那里太浓了，拿掉那根，不要那个。用点力啊！等下台风来了，都过几天了。你放下还用点力？用力啦！哎，别忘了把它翻好，翻好。啊，有拿棍子，这里也双层的。搞定了你就得回去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人能是水稻，还穿副武装，还戴个口罩，这个人呢？那么晒，哎呀，你手白一点。累不累？等一下，你去买冰淇淋给我。不要拿人家那个，你这个人啊，人家搞到田埂上，你从自己田里面拿人家，等一下。不要拿了，不要拿了，都说不要拿别人的，人家。那拿你这个拿也看不出来。都说不拿，拿旁边的搞，随便搞一点就得了。哎，干堆的，又搞这里，等一下水又流下来，怎么那么推的呢？那不是你这么笨。别搞了吗？搞完，你想怎么样呢？你还跳得起来？